每日作物题英语好成绩第一题，你有多少玩具？那么 how many 是对数量提问，后面呢要跟的是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。那么 ABC 首先把 A 选项排除掉了，那么玩具的复数是直接加 S 就可以了，所以正确答案是 B 选项。跟它相同的还有男孩 boy， 变复数一样是加 S。 第二题，你喜欢游泳吗？那么喜欢做某事后面要么跟 to do 要么跟 doing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直接填的是 swim 原型排除掉，那么 B 和 C 都加入了 ing， 正确答案选什么呢？注意 swim 加上 ing 形式呢需要双写尾字母的 m 再加 ing， 所以正确答案是 C 选项。第三题，他会弹钢琴，那么弹钢琴用的是动词 play， ABC 好像都跟 play 有关对吧，但 B 选项啊，这个没有这个形式，直接排除掉。那么 A 和 C 选什么呢？看这儿，情态动词 can 后面只能跟动词原形，跟原形，正确答案是 C 选项。第四题，去散步怎么样？ How about？ About 是个介词，介词后面有三宝，名词、代词、动名词，那么 go 是个动词，要跟上 ing 的形式，所以正确答案是 A 选项。第五题，我想放风筝，想要做某事是 want to do， 那么 ABC 选择 C 选项 to fly， I want to fly a kite， 你都学会了吗？